calls. She said to pick her up, but that's a bad call. Timing, I don't want to regret it when it goes wrong. Yeah. Hello,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。今天这支影片是很临时起意的韩国战利品开箱影片，也就是我刚从韩国回来，刚刚早上的班机才刚落地。那刚刚在整理行李的时候，就觉得这次买东西还蛮多的，而且很多都是可能最近蛮流行的一些品牌，想说可以跟大家分享。那我们就先直接开始进入主题，会用品牌类别来做区分。那首先第一间就是 Olivia Young， 它很像韩国版的屈臣氏，其实走没几步路就会看到哦，又有这间店这样子。然后它的每一间店不太一样，是有些是可以直接当场退税的，就是拿护照马上就可以把税扣下来，有些是要到机场去退税，不太一样，跟它店的规模好像有关系这样子。那我这次因为去 Olivia Young就没有先做功课，所以很多东西就是盲买，看包装喜欢，然后或是曾经有听说过就做购买这样子。我比较推荐大家去 Olivia Young， 哦，外面是我的猫在叫，它很生气，因为我现在直接进房间这样。哦，刚刚讲到 Olivia Young 的话呢，就是我蛮推荐大家去逛之前可以先做一些功课，因为像这些东西的包装就都没有写英文，所以它的功效是什么也都不知道，就眼花缭乱，然后牌子也没有到很熟悉，因为第一次去韩国，所以这次我在 Olivia Young 没有买很多东西，就买了一些面膜这几款，然后这个 ABIB 吗，好像有听说过，就买了它两片，感觉像是草本口味的。然后这个也是之前有听人家分享过的，刚刚好都有打五折折扣，就把它做购入。然后另外在 Olivia Young 还有买这两款的脸部擦拭巾，它是结合化妆棉和化妆水的效用，对，就不需要再把化妆水倒在化妆棉上。那这个牌子的话，就之前我有用过他们的，好像是说什么平替版的 SK-II 精华液，那一款就是觉得平价啦，然后用起来也没有一些过敏，然后也没有一些香精，就是平庸的一个产品。那这次呢就买他们这个保湿款的，蓝色是保湿款，然后红色是基本款，保湿款的这个擦拭巾想说来试试看。那另外一个脸部擦拭巾是这个 ABIB 的这一款，那他们这一个有名的是绿色的那一款脸部擦拭巾，因为那一款架上已经空了，所以我就买了这个黄色的，想说来试试看，就是长一盒这个样子，这有一个小夹子可以夹取里面一片一片的。那在 Olivia Young 呢，就是保养品就买这些而已，然后彩妆品的部分呢，我也非常推荐大家一定要先上网爬文看色号等等，因为虽然那边都有试用品可以使用，可是人太多的时候真的蛮难用的，然后很多东西会消失，可能大家拿去其他地方试用，然后还有一些试用品里面已经根本完全没有水了，就是空的，人真的非常的多，所以购物的那个拥挤度跟舒适度没有那么好。大家如果真的有想买一些韩系彩妆的话，还是上网先看一下喜欢的色号。对，那我这次就是 Jeroman 他们家的唇膏都蛮好看的，所以就专攻这个品牌，然后这两个颜色是他们新出的色号，是21号跟22号色。那21号色我觉得比较日常一点，它是有一点像是珊瑚橘的颜色，比较日常。那22号色是我今天嘴唇上擦的这个颜色，试用的时候我觉得它有点像是玫瑰粉，就是比较温柔气质的颜色，但实际上唇后我觉得它紫色的感觉蛮重的，就觉得看起来比较艳丽一点点。给大家看一下，这个是21号色，就是比较橘色一点，然后22号色就比较桃色，比较紫桃色的感觉。今天唇上是擦22号色。好的，那第一间就是 Olivia Young 的，就分享到这里，简简单单的
买了大概台币1000块左右。那接下来下一间呢，进入到香氛的牌子，这一次主攻两个韩国的香氛品牌，第一个是 Nonfiction， 第二个是 Tamburines。那 Nonfiction 我觉得他们店就是一个很清新简约很舒适的感觉，然后一进去呢就会有一个香味扑鼻而来。Nonfiction 它就是总共有6个味道，然后各自有他们的其他的产品，像是洗手乳、护手霜、洗澡的香水等等的，就是这6个味道延伸的产品这样子。觉得他们的味道呢比较清淡一点，除了一款就是 Santo 的那一款，其他都偏清淡，比较木质调，然后禅意一点，就是喷了感觉很舒眠很舒压的那种感觉。然后6款味道我都有闻过，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。就第一款是 Santo， Santo 它是檀香然后无花果、豆蔻、佛手柑、生姜这些融合在一起，它比较偏木质调。那接下来第二款是 Gentle Night， Gentle Night 这一款我看网络上的评价蛮多人都推荐，蛮多人都喜欢的，但是香味这种东西我觉得很见仁见智，就是我第一次闻的时候，我已经给它2-3次机会，就我第一次闻的时候当场试用就觉得，哎，怎么像厕所味啊，怎么会这样子。然后因为我买东西有买到一个金额他会送小样的给我，就我还是跟他拿了 Gentle Night， 但是喷还是觉得闻的感觉确实会有我觉得的厕所味。那它是山羊皮、绿茶、无花果、苔藓雪、松木跟麝香，对，它也是一个中性的香调，但我个人是没有到很喜欢。然后第三个味道是 Gaia Flower，也是我这次买的香水的味道。那这一款呢，我觉得它是花香调，但是又带有点木质的感觉，木质花香调，然后玫瑰的味道蛮重的，是一个很沉稳的玫瑰味，喷起来不会说太甜腻，就是一个很沉静的玫瑰味。对，所以如果喜欢花香调但是又不想要给人太甜太浓郁的感觉，Gaia Flower 我觉得蛮适合的。然后它的包装会长这个样子，店员在包装的时候外面会喷超多同款味道的香水。那来开箱一下，外包装是这个样子，这样子推出来。那我是买30ml， 是一个很简单很简单的包装，整个手感是蛮沉的，没有很塑胶感这样。然后上面有印他们 Nonfiction 的字样，换算台币大概1000出头，我觉得这个价位还算蛮可以入手的。接下来3个味道我觉得都偏有一点香，对，就是一个很放松的感觉的味道。接下来第4个是 Forget Me Not，这款的感受我觉得它有点像去佛寺的感觉，然后有一种很宁静很沉静的味道，有一个烟雾缭绕的那种感觉嘛。就是它的组成是罗勒、胡椒、绿茶还有栀子花跟琥珀，虽然它有加辛辣胡椒，但是我觉得它没有那么的呛鼻，是一个很沉静的味道。那下一款是 In the Shower， 这一款比较不一样一点的，这一款就是比较清新感一点点，森林的清新感。那接下来最后一个味道呢是 Forest， 这一款我买了一个身体的乳液，这一款蛮适合睡前使用的，如果有一些失眠的朋友，这一款我觉得有疗愈的效果。它的包装给大家看一下，还蛮漂亮的，那一样是有种水磨石的质感，是这个样子。它的压头的部分它是做这个，就不是用按压式，店员说按压式的要再额外加钱。很宁静，就是闻完会想要睡觉的味道，蛮适合当做身体乳液的。我还要买一个护唇膏，单纯是因为就是他说什么超过多少钱的话有送这个3合1的小样，就总共是9ml，然后有3个口味的小样香水，所以我又再买了一个
护唇膏，那这个护唇膏呢，它是无香味的，外包装是这样子。这个大概台币470左右。那在 Nonfiction 呢，买东西也送蛮多小样的，就是一些身体啊，一些试用包。接下来 Nonfiction 介绍完之后，第二个我这次非常有兴趣的品牌就是 Jenny 代言的 Tamburix。那这个牌子呢，它跟 Gentle Monster 是同一个旗下的品牌。所以他们在悟道山嘛，就是有一栋，我就直接去那边，然后吃他们的甜点，然后逛 Gentle Monster， 还有买 Tamburix。那这一次他们的产品，我觉得比 Nonfiction 复杂蛮多的。那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听接下来讲解。我这次几乎每个味道都很认真的去体验。首先第一个是他们很有名的贝壳护手霜，那他们有两种款式，第一种是全白的，全白的。味道种类比较多一点，那全白的这种款式的呢，它有分大瓮数的跟小瓮数的。小瓮数的是大概这样子，是15瓮的，合台币大概400块、500块 ，size 是这个样子。但是如果你是想要比较特别款的，特别款的有三个味道，它就只有大的尺寸，就是30瓮的，一瓶将近快要1000块的样子。这个就是大瓮数的，这是小瓮数的。给大家对比一下，这就是写那个香味号，后面就是 Tamburix。这一次买的是这两款，LALE 这一款呢，它是比较清新调的，清新苹果感。然后那个 Camel 这一款就是 Jenny 代言，也是很多人推荐的这一款。好，护手霜介绍完之后，这种贝壳的护手霜是特别款，他们也有常规款的，就是条状的，但是包装就比较简单一点。没有很特别，就是把香氛的名字印在上面而已。但是相对来说，我觉得也比较便宜一点。所以如果单纯只是喜欢味道的话，然后质地也可以接受，自己用的话，我会买就是基本款条状的那种。对，那这种就是送人很好看。护手霜的部分结束之后，进到香氛类的产品。这次呢，我买了他们家的一瓶香水，然后这一瓶是50ml 的，它的价钱是13万，合台币大概3000出。我觉得以香水来说，这个价钱还可以吧。它的包装很漂亮，就是一个很厚实的纸盒，蛮适合送人的。然后香水的质感还蛮好的，它的这边侧边是做有腰身的，所以还蛮好拿。它的玻璃的颜色做有一种灰色调，然后这个瓶盖也是磁吸式的，这个样子买起来也很好看的一个香水。然后香水的部分呢，他们家另外一个很有名的是香膏，香膏只有出4个味道，然后这4个味道的颜色外包装也都不一样。我觉得最好看的外包装是咖啡色的 Camel 这一款，但是因为我已经有买他们的香水，所以呢就买另外一个白色这一款，叫做 Berga Sandal， 两个吗？之前就是爬文看大家是说香膏还蛮推荐，因为它好携带。然后持香也很好的，但是香膏的部分就是我觉得包装没有做得那么的好看，给大家看一下，是白色的这样，它不是磁吸式的，然后整个很素，然后上面呢有印 Tamburix 的刻印，就是非常简单的包装。那这一条换算起来大概1100左右。那我首推的味道呢，还是 Camel 那一款咖啡色的。OK， 那接下来香氛的部分呢？还有买一个 Discovery Set， 它的价钱是42000，我觉得蛮不错的。它里面有10支10个味道，所以如果有选择障碍啊，或是对于味道没有那么熟悉，就是想要先用用看的朋友，我觉得 Discovery Set 蛮好的，因为它在店里闻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嗅觉疲劳的状态，所以常常闻一闻就想说到底哪一款喜欢。很难知道，买这种 Discovery Set 找出自己最合适的，再购入大瓶的也是一个好选择。那接下来在 Tamburix 呢，还有买这款，这款我很喜欢，我就直接买大罐。它给人的感受也是很放松，然后木质调很沉稳，有那种禅意的那种感觉。这个味道我很喜欢，反而大家很推的那个什么。百灵果，我觉得闻起来有点甜。它这个包装很漂亮，很适合送人，黑黑长长的。
那它总共有三个口味，000、Triple 零、七跟721。我个人比较喜欢 Triple 零跟七两款不一样。如果你喜欢中性调一点的话，可以买 Triple 零；但如果你比较喜欢花香调的话，可以买七。七的话，它闻起来很像是去古典玫瑰园喝下午茶的那个味道。那这个是乳液，然后这个是洗手洗身体的。那 Tambourines 呢，就介绍到这里。它品项真的蛮多的，一开始去逛的时候会有点眼花缭乱，不知道他们到底只是外包装的区别，还是他们有口味上的变化，还有价钱的部分。那接下来呢，香氛类的结束之后，来介绍一下我这次买的服饰类好了。首先第一间就是这个 Vardy，他们店面真的蛮小的，然后里面都是人。我是在礼拜五的下午去的，很幸运的是没有排队，因为我看网络上有人说会排到2小时才进得了那间店。那我这次买了2件的大学 T，它都是 free size 的，也不用试穿，就看喜欢的样式就可以买。然后买了2个颜色，绿色跟粉红色。然后这两款上面这个都是刺绣的，我觉得还蛮有质感的。就它也有印花款的，也有刺绣款的。刺绣就大概贵个1000块，这一件要3400左右。我自己觉得价格是蛮高的。这个是夏天的短袖的 T 恤，它短袖的部分就是用印花的方式。我这一件是42000，大概1000出台币的一个印花的 T 恤。啊，对，Marty 的版型，因为当下没有试穿，所以回来如果大家很介意的话，就是因为我的骨盆比较宽一点，所以它这个大学 T 它下面是锁起来的地方，有些人会不喜欢。如果有介意的话，就不要买这一款，这个地方会让骨盆看起来比较大。OK，好，那接下来服饰类的这一件是在宏大买的 Fairlet，买了他们很有名的小花毛线衣，这一件的价格就 CP 值蛮高的，而且刚好换季有一些折扣，像这一件是99000，它还有在打八折，给大家近看一下它的质感，就是质感蛮好的，然后也有分 size，如果选 M，我穿起来觉得有一点大了，对，很可爱耶，对不对？换算台币大概2000多，还蛮不错的。在宏大蛮建议去逛逛的，还买了一个包包。这个包包有一个故事，就是我那时候在背的时候就觉得还蛮喜欢的，然后看它的价格好像是10万多韩币这样子，就2000出，有一点点的犹豫。然后这时候店员就走过来说："哦，我们现在这款有在打75折。"本来就已经有点想买了，然后店员还说打75折，就直接好好好买。那时候会想买是它这个扣环的部分。很特别，然后也可以调整长度，然后它的容量很大。就是我后来几天在韩国放相机啊，放像是太阳眼镜这些，全部都放得进去，相机都放得进去，是一款容量很大的包。唯一缺点就是它是白色的，所以可能会比较容易脏。然后它的拉链的部分也做得很有质感，双拉链，短短一条就做了双拉链。这边还有一个银色的牌子，觉得很好看，就是皮革很有质感。你在 Fila 买到的一个很喜欢的包包。接下来下一间是鞋子店，这也是在汉南洞买的，它叫 Rockfish，英国来的。那在 Rockfish 呢，我买了2双鞋。其实我本来想要去买他们那个毛毛的拖鞋，很像 UGG 的那个拖鞋，可是因为换季的关系，已经没有再卖了。现在改卖一个很像雨鞋的款式，就买他们的芭蕾舞鞋。买了2双不同的款式，那我发现这2双它们的尺寸虽然一样，但是大小会大概差个0.5公分，所以2双都要试穿再拿尺码。像这一双我就拿得有点太小，这一款的话是他们的经典款，就这边是有软软的底，整体来说穿起来比较舒适。那这一款有蝴蝶结跟松紧带的部分，它这一款就是一般的底，所以底也是有不一样的。然后材质也不太一样，像这个是比较亮面、滑面的设计，对。但是这一款有软底的这个，它是绒布的设计，所以我觉得如果只要买一双的话，我比较推荐的是经典款。经典款的有绒布，然后有软底的，还有黑色啊、米色、粉色，各式各样颜色都有。那如果是这种蝴蝶结啊、
松井贷款，它这个地方是做松井贷的，跟这个不太一样。对，那这种松井贷会有一点点勒脚，一点点而已，舒适感差一点点。所以如果只能买一双的话，我比较推荐买就是绒布的这一款，穿起来真的很好看。接下来呢，就是一些小东西、小零食跟机场免税店买到的东西。这个杯子呢，很可爱，对不对？是猫猫款的，它是在那个北村韩屋村，我们有一晚住在那边，然后走的时候就看到它有一个这个猫猫的杯，超级可爱，然后还有猫掌，就把它买回来了。好，然后食物的部分，这也是在超市外看的 Blackpink 的 Oreo， 然后这个也是送朋友的，喜欢 Blackpink 的朋友送给他们吃。那在机场免税店呢，我买了一些东西，我觉得机场免税店偏难逛，然后价钱都偏高一点。第一个是这个，它就是这样子，很像胶囊这样一个一个，里面好像有15个胶囊，然后300多块钱，有四个口味，还有买这个饼干，海苔饼干，吃起来偏油一点，但还可以啦，就是一般般。对，下次不太会想回购，但是吃一次还可以的那种饼干。然后呢，还有买这个海苔配饭的明太子口味，这次的韩国战利品就分享到这里，大家觉得买的如何？有没有烧到你们的？我这次去韩国没有随便乱逛啊，因为觉得要逛的东西太多，就针对几个品牌下手。整体来说，我觉得他们逛街的那个设计感很浓烈，就是都觉得很像那种视觉飨宴的感觉，蛮喜欢他们的逛街氛围。好，那这次的韩国战利品就开箱到这里，大家记得把资讯栏还有资讯卡一起服用。那我们就下今天见，拜拜。